去了以后要说什么话。欢迎回来这个频道，我是诺。早上依然是用 SOAP 读经法来读经。冰箱里面准备了白煮蛋捣碎加上沙拉酱的蛋沙拉，很简单就可以准备好早餐来吃。那一天准备了盐水鸡，准备了很多喜欢的蔬菜水果，因为等一下有姐妹要来家里找我聊天，所以准备了很大量的份。那这一锅鲜菇高汤要先蒸出来，外锅一杯水，等一下要一起拌到咸水鸡，用的是这个卤包。准备冰块水一大盆，大火煮滚了以后，这个要先捞一匙起来备用。烫青菜一分多钟，保持它的鲜脆度，然后再拿起来冰镇。我也剪了一些鸡胸肉进去烫，里面可以加入香油、白胡椒粉、盐巴或者一些其他你喜欢的香料，拌进刚刚的鲜菇高汤。我加了一些芭辣跟苹果，还有小黄瓜，觉得有点大块，所以就把它剪小一点，搅拌均匀。自己做很省钱，晚餐买了生活良好荞麦冷面，一样是拌入冰块水里面。酱汁调的是酱油加鱼露加水，那用的是之前的冷冻葱，来继续拌均匀。欢迎，好，主耶稣，谢谢你赐我们无论丰盛的一餐，保守我们无论吃喝都得力，让他吃得开心又饱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宝贝请坐。他还要摸着手才给你祷告，好可爱啊，好好吃哦。不会，真的从上往下，真的人就是不从旁边的，直接夏天请了洗冷气的人来家里洗冷气，我也趁着这个时间来清理冰箱。冰箱里面搬出来的各种层架，先把它放在浴缸里面，过碳酸钠的粉末，这是我另外找一个瓶子装，然后泡温热水，里面的污垢浮上来，然后等全部浮上来之后，我再一次冲就会比较快。发现这个细胶隔热手套也很适合夹着抹布来清理，就不用再去洗啊晾干啊那个湿哒哒的手套，觉得很方便。
用过的打扫器具，一样是找一个容器，用过碳酸钠加上温热水泡着，等到污垢浮上来了以后，再一次冲洗。因为很喜欢这个干燥玫瑰粉的颜色跟复古的造型，还有金色的锅盖，所以就买了这个陶锅，而且觉得它的外形长得好像小熊维尼的那个蜂蜜罐子。陶锅因为有毛细孔，所以先煮一个白粥来填满它的毛孔，那这个煮完的粥后来也可以吃掉。哦，我带抱抱，抱抱，抱抱，真的吗？来了，而且牛牛说飞呀，哇，飞呀，哇，亲你的耳朵，哇，哎呀，鼻涕，妈妈擤鼻涕，来擤鼻涕，用力，嗯哼，还有。嗯哼，还有，棒，来擦擦，好，知道了。哎，那个不可以按。哦，爸，没有了。不可以按了，爸爸妈妈拿衣服。关起来。哦哦，没有了。对呀，那个不要按啊。No, don't do that. 哎。
上个礼拜我在 podcast 上面听到一个很棒的概念，我听的是这个 podcast， 想跟大家分享。在 podcast 里面提到时间安排，我们会倾向先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剩下的时间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人的事情可以做。但是他提醒我们先把关心人的时间定下来，然后剩下的时间再拿来安排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一天边慢跑边听，然后我就这样听进去了。这个礼拜我就在想要怎么样去关心有需要的妈妈朋友，想到我有一个一起祷告的家长成长班里面的一个妈妈，她一直有一些难处弄得她身心俱疲，可是有时候一群人在聊天的时候就跟一对一在讲话的时候很不一样，有一些内心话是要一对一的时候才能讲出来。所以上礼拜就安排了一天去他公司附近找他吃饭，听他诉苦，然后祷告的时候神提醒我说要带一束鲜花去给他，所以我就去花店买了一束迷你玫瑰，配尤加利叶带过去。从那一场一对一的吃饭里面，我比较了解他的过去，也比较可以理解他在纠结的点到底是什么，可以说是更了解他的生命历程。饭局结束之后，我竟然还有体力就带着基金去探访另外一个最近肠胃型感冒一个多礼拜的妈妈。她上礼拜上班非常忙，所以就把基金放在楼下柜台，再请同事拿给她，就不打扰她上班了。我本来认为这样的身体劳累加上大热天，我应该会很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回家以后洗个澡躺一下，竟然又可以起来录完两课英文的录音工作。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这一段的用意是，如果你听完心里也浮现了一个你想关心他可是一直没有排时间给他的对象，那现在就排吧，然后把它写在行事历里面，安排一个时间去关心他。那如果你是有信仰的姐妹，你可以祷告看看神要你带什么东西过去给他，或是你要去了以后要说什么话。就这样，我就继续叠衣服喽。很喜欢这样子安安静静的剥大蒜、打蒜泥这种机械性的家事，一边做一边听如何整理家务的 podcast， 总会有一种越做越起劲的感觉，而且心里很平静。最后用细胶保鲜盒包好。最近因为太热，就买了桂花酸梅汤来煮。这是在中药行买的，这一类需要长时间炖煮的食材，我几乎都是用压力锅来做，比较省时间跟省瓦斯。也介绍一下最近在宜得利买的好东西，是我们家拿来可以吸在冰箱上面，它是磁吸式的，可以挂抹布或挂袋子。好了，等到压力阀跳起来以后，就可以准备泄压了。那中医认为乌梅味酸涩性平，有生津止渴止泻止咳的效果，缓解夏天容易口干舌燥的问题，也可以帮助开胃提升食欲跟改善僵硬疲劳。这一天伊森要加班，所以我就要自己弄一个牛肉千层面来吃。这些是我用的食材，几乎是在家乐福买的，加上冷冻库里本来就有的东西，蒜末跟番茄泥的冷冻，切一些洋葱碎，萝卜，热油锅，一个人份，所以我就用一个玉子烧锅就可以了。放入蒜泥、洋葱，一起来拌炒。牛肉绞肉也进来。请你离开。
加入萝卜，也没有买锅盖，所以直接拿砧板来当做盖子，把食材焖熟。这罐是我很常购买的，平价而且成分单纯的家乐福番茄糊，酸类的我会加一匙砂糖来平衡。等到煮熟了以后呢，就一层一层的来摆放，一层酱，一层面。那要注意，面的四个角落容易烧焦，都要用酱来填满哦。因为是自己吃，我就没有用很复杂的食材，也没有加白酱，就是单纯的一层面一层肉酱，最后铺上一层 cheese。 要先静置15分钟，让面浸泡在肉酱里面，再进入气炸锅160度烤10分钟。嗯，那好奇怪的造型啊。